们怎么办？一，跳舞的时候保持身体的脊柱垂直并且拉长，头顶天花板，脚踩地板。二，大腿的内侧一定要夹紧，用力向里夹紧，无论你是站在旁点地向内夹，还是前点地前后向内夹，还是我们的后点地也是用力的内侧找内侧向里面夹紧。三，我们在跳舞之前活动脚踝，多练习脚踝的能力。四，找到我们的核心，针对性的训练，加强我们的核心力量，包括你的下腹、上腹，还有旁腰，还有后腰这里，多去练习这里的力量，就可以站稳拉时候保持身体的脊柱垂直并且拉长，头顶天花板，脚踩地板。二，大腿的内侧一定要夹紧，用力向里夹紧，无论你是站在旁点地向内夹，还是前点地前后向内夹，还是我们的后点地也是用力的内侧找内侧向里面夹紧。三，我们在跳舞之前活动脚踝，多练习脚踝的能力。四，找到我们的核心，针对性的训练，加强我们的核心力量，包括你的下腹、上腹，还有旁腰，还有后腰这里，多去练习这里的力量，就可以站稳了。